酒場悪い人ですあなたあって夢を見させてそれきりグラスの氷を小指で混ぜりゃ思い出カラコロカラコロカラマワリ ボトルにあなたの似顔絵を描いて名を呼ぶ良い町坂ダメな女ね私って憎みきれない未練癖あの人まだかとお客に言われ心がし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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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む夜噂を聞くたび恋しくて足がむくのよ良い町酒場罪な人ですあなたあって涙出るほど「のれんがは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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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に舞う」
びて溺れてなお酔えぬ酒の苦さを噛みしめる路地の屋台の港で船のドラの音楽し別れてぶを笑顔できれば望み果てない遥かな潮路ああ憧れのハワイ波の背をバラ色に染めて真っ赤な夕日が沈む一人デッキでウクレレ弾けば歌も懐かしいあのアロハオへああ憧れのハワイ常夏の黄金月夜のキャビンの小窓を照らす夢も通うよあの子のルルのヤシの並木地ホワイトホテルああ憧れ
の可愛い頃。
赤い火影のグラスに浮かぶ影が切ない、夜更けのキャバレー、酔って歌えど晴れない胸は、どうらよお前が知るばかり。嵐吹きまく限界越えて、男船乗り行く道ひとつ、雲の切れ間にキラリと光る星が頼りの人生さ。
に故郷の香りを乗せて入る列車の懐かしさ。上野はおいらの心の駅だ。くじけちゃならない人生があの日ここから始まった。父ちゃん、僕がいなくなったんで母ちゃんの畑仕事も大変だろうな。今度の休みには必ず帰るから、その時には父ちゃんの肩も母ちゃんの肩ももう嫌だっていうまで叩いてやるぞ。それまで元気で待っていてくれよな。就職列車に揺られて着いた遠いあの世を思い出す。上野はおいらの心の駅だ。配達帰りの自転車を止めて聞いてる国なまり。時計を見つめていたら母の笑顔になってきた。上野はおいらの心の駅だ。お店の仕事は辛いけど胸にゃでかい夢がある。
じて帰ろう思い出の道を一筋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即马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与。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诚恳的服务介绍。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张连军、姚林阿兄诚恳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8-668，0800-058-668。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搁在即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午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们邀请中国听众朋友作为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来学郭先生来点播三三演唱的歌曲。这首的歌曲叫做《有一马子萨卡巴单台醉意的酒店》。あなたに会えない寂しさに一人駅裏酔い待ち酒場悪い人ですあなたあって夢を見させてそれきりグラスの氷を小指で混ぜりゃ思い出からころからころからまわり ボトルにあなたの似顔絵を描いて名を呼ぶ酔い待ち酒場ダメな女ね私にて憎みきれない未練癖あの人まだかっ
とお客に言われ心がし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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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む夜噂を聞くたび恋しくて足がむくのよ良い町酒場あなたあって涙出るほど惚れさせて会えそうな気がして振り向き見ればのれんがは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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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に舞う好，来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住在内湖呢，咱一位郭先生所点播、三三所唱这首的歌曲哈，《醉在酒场》。今嘛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圣山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0800-0500-6688。拜六时啊，啊，节目有点小弟阿星，小弟邀请，伫咱线上来甲咱做这个诚恳的服务。连播国电台拜一到拜六，咱伫咧下晡呢，这是3点到5点吼，伫咱台北、新北家人，咱拢收听得到。这是家人轻松电台 FM96.9，大台北热血和平台湾文化广播电台 FM97.3，伫咱大台中全球电台 FM92.5，大台南爱乡电台 FM90.7。高雄甲屏东南方之音 FM89.3以上，咱只电台来甲咱做着即个联合的播送。另外，伫咱即个 FB 呢，台南俱乐部的粉丝呢，又完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好，来感谢。来，感谢啊！即马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2021年9月25日，今仔日是礼拜六哈。今仔日整个台湾受到这个东北风的影响，啊，咱这个北部的所在呢有局部短暂雨，其他的所在差不多拢是多云到好天。啊，过到过了后呢，中南部又完同款哈，还注意有这个叫做雷阵雨发生的机会。旧历行到8月19日，那气温的方面，对北到南温度25度到33度，这是咱天气的状况，和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感谢啊！今晚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由我咱开始来加看新闻。来，首先啊，咱来甲听众朋友做报道，嘛是今仔日的中国病毒武汉肺炎上升的情形。来，今仔日流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来报告，咱台湾今仔日有5名的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啊，这五名其中吼啊，本土零，死亡零，哦，五名拢总是境外移入，哦，啊，这个境外移入诶
人，这是伫九岁至三十几岁这旁就对了啦吼。三名男性，两名女性，分别来自这个阿拉伯、美国、伊索比亚、菲律宾、孟加拉入境的。这以上跟咱听众朋友做报告。嗯，是是是，今仔个加零了，对啦哈。嘛，安尼好，这好消息啦哈。好，同款啦哈，嘛是爱句话啦哈。该注疫苗的赶紧去注疫苗，啊，个人的防疫做好好势安尼哈。好来，感谢，来继续跟大家看新闻消息来。来，接刷入去，咱要来甲报这个中国国民党吼，这个相关的报告啦哈。啊，不是投票啊吗？今仔去登票啦，啊，当时开票咱唔知影，是我那照迄个一般选民意代表四点开票啊，无咱唔知影哦。应该我那雷应该是拢照安尼啦吼。啊，今仔登票到底有踊跃啊，无咱唔知影吼。嗯。但是咱今仔去吼有看到自由广场有一篇啦，咱查因迄几位候选人其中一名啊，伫开始咧参选党主席的过程当中，就一直伫遐吼话讲吼，未来应该当选党主席呢。伊要来做啥物？即个含中国共会签啥物和平协议、和平备忘录就对啦。嗯嗯。啊，咱今仔日伫自由广场有看到吼，有一名即个作者导师，即个叫做魏文月啦。魏文月是中广公司退休的一名主管，曾经就读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博士。啊，这个魏文月呢，伊咧讲讲和平协议，国民党被骗，也阁无够凄惨吗？写了一篇系骗袂惊，写了一篇嘅文章吼，咱来看魏文月伊安怎讲呢？吼，美国克林顿政府迄当时伫咧执政嘅时阵呢，受到康德民主和平论嘅影响呢，伊深深相信如果啦。所有的国家拢有在调人实行民主，当然战争就永远未发生，未来出现。克林顿曾经也阁讲呢，讲保持国家的安全，维持长久和平的上好的方法，就是支持其他的地区的民主发展。因为民主的国家之间未互相吼烧竞争甲战争呢，因为安尼想尽一切办法摆脱了吼，济济的人会反对的声音来调故意通过吼参与政策，互中国得到永久最惠国的待遇，进入 WTO 啦。目的就是希望中国呢。的经济会当得到改善了后，走向民主自由的国度啦。嗯、来避免吼啊，以美国甲中国发生了战争，但如今证明中国进入 WTO 了后，用着粗俗俗的劳工就对啦，来创造吼迄个粗俗俗的这个恶心的这个吼粪扫产品啦，搁再加上有计划性国家的补助。和因的企业呢，会当世界吼含人竞争，尤其含美国的企业竞争就对啦。然后来制造吼大量的外移工人，安尼严重来失业。美国的财经专家吼史蒂瓦皮德森呢，2018年发表《中国贸易甲实力》的一本册。这本册当中，伊来指出西方的国家啦。原本以为讲帮助中共呢入世，会当吼入世界，即个卫生组织啦，世界啥物碗糕了，啲 WTA 啦吼，会当来 WTO 啦吼，会当来吼改变中国。但是到尾啊，煞当啊变成了吼西方国家的竞争对手。中国用着粗俗俗的劳动力，包括粗俗俗的商品就对啊啦，会当讲吼。未向全世界、将全世界市场占了了，到尾啊，这个理解到咱的想法原来是想过头天真去啊啦。另外，这个香港回归中国的谈判，1984年双方签下了英中联合声明啊。中共呢答应维持香港和以后继续吼。啊，以前向啊，英国统治的制度50年无变，
英国为着心中的起见呢，也去将这份所谓的英中和声明呢，送联合国背书呢。1997年，香港主权和中国提交手，前前后后过了23冬啦。英中联合声明煞去和中国政府，甲看作只不过是一张历史的文件纸尔尔，旧纸安尼尔，无迄个任何的现实的意义，当阿兵对粪扫叹气。这伫西方的文明的社会，这是无法度人理解，嘛无法度人接受的。中国过去来处理着西藏、新疆的问题，甚至南海主权国际的重灾案吼，又个敢唔是拢安尼吗？伊伫这个国际社会的这个形式啦、诚信啦，早都已经破散去啊。谈判这一项是中国工会的强项呢。中国工会上到谈判呢，那中国工会谈判就对个啦。那对方超越过中国家己啦，因得吼啊要求啊，这个啥，就安尼无。那这个啥，那中国吼谈判就对个啦吼。那对方的国力吼超越过家己就对个，因得吼要求谈判。简单讲，那两国伫咧小竞争，不管什么款的竞争，包括战争啦、啊。中国若发现着怕输啊，怕袂赢啦。对方较强的时阵，伊、就只讲谈判谈判。啊，当然谈判谈判落去到底啦。只要那谈判了后的时阵就对啊啦。中国若认为吼，讲吼对家己要有利的就对啊。伊就要紧吼，叫对方先实现。那对家己不利的，伊就伫遐拖沙吼，啊，唔要实现，跟那唔实现的安尼。中国就是拢用这步咧含世界咧含人啊，这个谈判就对啊啦，甚至吼，佮设下了陷阱，对这个谈判的陷阱，得取得家己要爱的利益啦。反倒转来就是战狼外交直球对决啦，对香港、新疆、西藏等等的问题，国际上普遍认为中国吼已经失去了国际社会应该有的老实，哪有想到讲甲中国谈判的结果是？对手如果吼，那答应的电，那答应的代志，中国一定要求随时甲我兑换兑现，我随时要摕到。如果那是中国答应要荷兰的就对啊，伊就想尽一切的办法，安尼拖啦、塞啦，啊无就甲你唔承认安尼啦。吴定伫今仔日要当票，诶，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啦。这个报纸报讲某一位候选人就死坐坐啦，要甲对民国的工会签和平协议就对啊。国民党每一次甲中国工会谈判对一道，敢唔是拢吃亏吗？历史诶，这块照镜无偌远尔尔呢，对中国的外交谈判不应该伤过头天真呢、啊。片拄啊好，咱即个昨也是做哩，拄啊口音有一个小家人啊有无吼？拄啊咧讲着讲即个国民党诶党主席诶候选人，有人讲要爱提啥物和平协议啦。啊，即、這个和平协议有足侪台湾人向向听着诶时阵，想讲嗯安尼好啊，甲中国强辉啊签和平协议，签签诶两边就袂相拍啊，吼、哦、对唔对？啊，即做啥物歹处？即都真好诶代志。即片拄啊回答迄、那个问题了，对吼？啊，是讲话讲回来，即卖啦，啊，阁有人相信甲强辉啊去签啥物协议啦，啊是签啥物条约啦，啥物种种是有效的话，即类人嘛，感觉足奇怪安尼，吼，看有影无影吼。所以即有当时啊，即国际上咱讲事实的啦，食中国的羹已经食遐济啊啦，啊，但是呢，敢真正全世界拢觉醒啊？无可能。即卖已经唔是咧讲台湾人爱觉醒啊，即卖是咧讲政治人爱觉醒以外。来个问全世界拢觉醒，即、这个克林顿迄个想法想过头天真啦，哎呀，伊希望讲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拢做民主，民主即个制度吼，有诶国家伊会当实行民主制度，有诶国家伊无法度实行。你像迄个新加坡来讲就好啦，咱用上近诶新加坡，新加坡敢真正民主吗？伊无民主咧，新加坡事实伊是无民主吼，啊，另外其他有足侪国家无民主诶。嘛，未必然会像即个中国安尼傲慢，规四月要找人相拍，要规四月要共傲慢，啥物种种有诶无诶？所以吼、哦，这篇写呢，这篇拄好回答着迄个张亚中
底下咧讲要签什么和平协议啦，什么种种吼，其实嘛不是干那回到张亚中尔啦。嗯嗯。和平协议是规个国民党内面差不多拢主张讲要签和平协议嘛。嗯。差不多拢是安尼咧讲的吼，啊，和平协议签落那是有效的话，国民党今仔日就袂走路走来咱台湾啦。是。吼、哦，伊那自较早甲中国共产党签一大堆遐有诶无诶，那有效，因就袂走路对台湾来啊吼，就袂叫共产党拆家落北啊啦吼。啊，好啦，来感谢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圣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哈，也来你看法咧，嗯，国民党诶和平协议，简单讲就是惊死啦，嗯，因为你先会惊嘛，嗯，啊，你先会惊死，你就讲诶、欸，咱卖怕，咱握手、嗯、恭贺嘛，嗯嗯，啊，但是安尼人就会帮你爽嘛，袂、嗯、啦，袂，啊，你讲民进党啊是民进党的支持者，袂瘾含中国签和平协议的，最勇敢嘛，嘛无，嘛唔是，但是民进党的支持者，伊知影讲要有和平，就是一定爱用用性命啦，嗯，含对方含中国的用实力对决啦，嗯嗯。结束还过来讲啊嘛，对啊对啊对啊，结了赢就是咱赚到嘛、嗯对啊对啊。但是国民党唔是未怕伊就先投降啊啦吼、嗯。啊，当然历史已经吼讲啊足清楚，西藏迄当时无像啊人少咧，迄、那个达赖喇嘛。对啊对啊对啊，因迄当时有军队呢。迄阵的达赖喇嘛是囡仔尔啦。当然迄当时啊，未有人签和平协议的时阵，敢是有家己的军队部队啊？有啊有啊有啊，西藏。伊就含蒋匪签了后的时阵，内面的这个条件就是讲，你爱放弃拥有家己有军队嘛？嗯，对。中国直接要弄入面，唔只好简单，唔只两三个手甲你签，甲你摕去、嗯。当然，你今仔日你这个张亚中，你要含人签这个和平的备忘录，蒋匪来要求讲，恁台湾的军队废掉，嗯，安尼就来签嘛。啊，你戆戆天真的国民党啊，七情的话，伊讲哼，啊靠，要紧着要签和平协议啊，对，要和平、啊。咱拥有军队是要创啥？嗯，军队废掉，军队废掉，和平协议签落，无偌久的时间，因就随拢过来啊啦。这一定的啦。啊、你拄好。你多好人咧，讲讲手无白家之力去对抗着人牙刀牙枪，你要用啥物开咧？人慢慢拼啦。是讲即马即个和平协议，大家讨论到安尼吼，啊，拢知影甲强匪啊签是袂使的吼，即马是安尼啦。啊，以后和平协议唔知变咧可话安尼袂？唔知。好啦，好啦，这应该是袂啦吼。当然啦，即个和平协议非同小可。这跟蒋匪啊签第一，伊无可能用国对国家哩签啦，吼，伊无可能，无可能国对国家哩签嘛。啊，国对国家哩签的话，台湾都独立成功啊，你咧吼。啊，第二，你变成伊个地方的一部分咧，含伊签。啊，这个物件讲啊歹听，中国当时要出兵伊家己的身份，迄个别个人含人通不达。是啊。吼、哦，对唔对？你像倒位来咧动乱的时阵，中国来要出兵要去镇压，咁得个甲全世界去通报一下。透视的嘛。嘛唔免啦吼，对唔对？所以。即、这个你若和平协议签落，你就等于伊的一部分，啊，随时随地，伊拢有可能会当派兵甲你处理掉安尼啦。是啊，一直到到即摆，咱拢唔知国民党的心头有咧想啥物啊？嗯嗯，你若遐人啊惊中国强匪，啊，想尽一切办法吼，要来做投降，要来做跪拜的话，咱是毋是刚才拢会流行一句话讲？啊！你著规矩搬搬过遐大就好啦嘛。你若包括中国大诶话，连讲中国人咧拍台湾诶时阵，你嘛会当参一卡卡台湾南一个啊。佮南家宋家讲，我著看台湾看做袂爽样咧。啊，安尼毋是做好吗？啊，奇怪咧。啊，是啊，那毋贵。啊，你嘛俄勒讲遐大行好啊，军事啊强，经济大国，军事大国了对啊。俄勒甲大行会得势，啊，著偏偏伫只背较尖尖叫，啊，唔过大就唔过大，啊，一直要求台湾人讲，拜托个吼，你著爱跪咧认输，你著爱跪咧投降。我安那想都想袂，逻辑里对啦，就干一人尔嘛，你去共提好处嘛，你底下到处做做生意嘛，你惊你若要当个只背两声，人中国警匪会甲你个生意炸掉嘛，里头无去，你了咧到底家破人亡嘛，所以你会伫台湾只背，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背予警匪听讲，我饲只狗伫台湾，我加减有咧背啦，咱吼用我迄个肉鱼泡啊，好食是应当个安尼，是毋是安尼吗？罔背妖讲啦吼，冇可能是安尼啦，无真正是完全想无吼，中国伫咧。眼中讲起来，大行拢遮好的时阵，即较唔搬搬过，即真正安那样啊，都想无安尼吼。啊，即咱也唔是禁止因过啦。对啊，无。哦，因要过随时都买单过，你要移民过，放弃咱这边的国籍。咱去欢迎。啊，要入面的国籍，你就做你过啊。无钱难过，咱去贴机票过。是安尼，哎，就是无要过，就是无要过，啊，要等咱乱安尼吼。好啦，来，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圣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哈，
来进一个广告，连面食个倒转来来。我叫嘉玲啦，好啦，有啥贵事？我来讲哦，好好，哦，我农历七月吼，好，古历七月，农历七月叫邓爷边啊开机两支啦，好安尼哦，啊两支，好，我食恁的都哦，嘿，哦，迄个效果袂歹。安尼，迄个效果袂歹，还佫目睭的视力也较好。好好好。哦，啊，假是啊，你睏的精神也加足好啦。嗯嗯嗯。哦，啊，你原底断掉的时阵状况是安怎啊？迄阵断掉哦，哦，我都袂使行路的。袂使会行就对啦。嗯。好好好。好啦，啊，我昨伫家里药房买啦。好好好好好。是是是。家里药房。嗯嗯嗯。啊，都食三四罐啦。嘿嘿嘿。啊，迄阵。食无几罐了，伊都感觉安尼好咧，安尼速度较紧。哦哦，安尼啦。嘿嘿。哦，啊，我去高雄市大立的日本人开的大间私教吼。哦哦哦。我买一本许多诶机械诶册吼。好。哦，我内底写啊，含茶馆啦、瓜篮啦。哦哦哦。哦，迄日本人咧报告咧。哦，是，迄是个林腾报告，林腾报告。哦，安尼啦。好啊。唔是，你个专工走啊高雄去买车，等来看就对啦。含茶馆效果也足好啦。哦，是，你讲。本人经验是那上好哦，继续这目睭的视力啊，早时啊，睏醒活动力较强。哦，啊，精神。我活偌济岁啊？呢？你几岁啊？我七十几岁啊？安尼哦，七十几岁还有力咯？哎，安尼哦。哦，我活动力偌强的呢。啊，你讲你拢过这个。我咧骑车比人咧骑我都快较紧嘞。安尼哦，哎，哇，无简单啦。大家我来骑啊，其实我骑慢慢啊，尔啦。哦，安尼哦。啊，慢慢啊，尔，大家好，你咧骑车比我都快较紧啦。安尼哦。啊！你拢过伫家里迄个兴南客运对面家里药房买的？哦，对。哦哦哦。啊！你即摆拢总食几罐落啊？我拢总食三罐外，三罐外对不对？啊，两罐，迄阵两罐我就感觉啊，迄个上讲我的肩胛头啦吼，小块酸痛，怎好去啦？哦哦哦，特别安尼啦。是是。所以我希望在听友吼。作信用的就是啦，好，感谢你。你听我咧讲话，这淡定做有咱咧，做有咱滴，做有咱滴。我迄根本听袂讲你七十几岁啦，差不多我咧年岁尔呢。哎，嗯，好，安尼啊，你即摆就是讲你即个本来蹲一个无啥会行，即摆已经改善过来啊。对啦，蹲一个啊，变做啊行路会比较较位。哦，对啦。哦，安尼哦。哦，啊，普通都。你阿妈棍筋倒位酸痛，肩胛头酸痛，有哪拢好起来对哈？哎，迄肩胛头。啊，目睭的部分也有改善。哎。目睭的部分，你原底是啊？哦，啊，早时啊，早时啊，困醒的精神上啦。哦，精神，啊，作些啊，哦，啊，别，为那喷这起，咱这人啊，到梦中中咧，有一个疲劳感。哦哦哦，迄就歹啦。哦，对，迄就是状况歹啦。对。啊，咱的状况有恢复，变得正常。有，恭喜你，恭喜你。啊，困的眠的时间就袂长啦。哦，对。那困就四五点钟，就精神就做好啊。嗯。啊，你别到梦中，到我烂咧，迄就是。就是问题，我种就好有问题，有影，对。这是安尼啦。好，安尼咱这个黄阿伯啊，啊你若食好的时阵哦，家里那边才甲阮斗小报一下。好啊。好啦，真感谢雄狮大收听台湾人俱乐部一直播，咱信任公司好意为咱独家所提供的哈。啊，这边是广告时间呐，啊，介绍咱信任公司优秀的产品许多三家产品就对哈。那产品唔像讲许多山一味料，条种朋友，咱有真济味的吼。啊，这许多山是咱一个去招牌了对吼。啊，主力而这个名称，而这个产品了对吼。主力名称吼，像这队伍同款啦。咱要谈论比赛，这队伍你像迄个棒球就教会吼，对不对？教会。啊，那其中有一个名称，人得较注意一下名称同款。咱现在公司的产品真济哦，吼啊，但是这许多山是咱注意的一个上个注重的一个产品了对。哦、所以大家听到台湾人俱乐部哦，哎，你卖许多山呢，对，啊，听到像就能讲哦，啊，你这台湾人俱乐部，安尼就对，哦，台湾俱乐部的主持人，台湾姚林青雄这种感官的对哈，安、哦、尼，所以雄狮大将的台中朋友，许多山这产品值得咱的信赖，值得咱好好啊来个过一下身体就对，这七十外岁啊，我那有一挂酸痛，不是无哦，但是当伊就是吃咱的产品。食咱产品好个对，啊好个了对，你活动来愈强啊，愈好，身体愈强，愈勇，安尼就对。所以有当时哦，咱要讲人吼，都无迄落讲，永远食迄落，迄落无病痛就对了。只要你来食五谷个对，诶人诶，即个整规身躯是细胞组成个物件对了，迄就是会好会歹。
会好会歹。但是你咧好歹的中间，你心灵代谢吼，迄个轮转的顺序的时阵咧吼，你身体就较袂像人安尼讲啊，胃口起错，吼、哦，这个是足重要的，就是迄个免疫力量，迄、那个心灵代谢是袂顺序。迄、那个轮转的中间的点也袂顺序的时阵吼，一粒螺丝都会叫零用，你不甲锁完的顺咧吼，你后壁规台机器就过去啊了，对啦。咱人的身体就像安尼。你倒在艰苦的中间，迄、那个小我一个毛病产生的时阵，你都无好，你甲处理又好，啊，慢慢，规个机能就规个乱糟糟的，对，啊，就百病交生啦，安尼，唔是遐，就是遐，唔是遐，就是遐，安尼，啊，所以这种那百病全生啊，规身骨拢是病痛的中间啊，你唔知要医倒位啊，不要医啊，不要医啊，你一天看要看几科医生就好，你甲想看嘛，所以这种是一个互咱伤脑筋的问题啊。啊，真侪人产生这哦，唔是酸痛了哦，五脏六腑啦、腹肚啦、皮肤啦、筋骨啦，哼，种种啊，头晕目暗啦、无力啦、心脏啦、心啦、肝啦、肺啊，哼，这种足重要的这个部门就对。啊，那规个拢并发症拢做三星的训练，我看变啦，你个想看嘛？虽然新人公司产品就是要食这個，好来个保养看嘛，以许多山这产品为主，配合体力健。许多山配合七八九纯天然林山胡萝卜，即好好的产品，好来个使用一下吼。0800-0500-668，0800-0500-668。0800-0500-668吼，这个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吼。来，咱即马一处呢，个别信山公司产品十罐的朋友，咱都加上三罐以外。咱有提供侪侪精品，要来给朋友做挑选。买十罐的朋友呢，你会当个拣上新的精品，随时陶瓷超过一支30公分宽，咱内面佫加一支吼正原木榉木的尖石吼，咱一支陶瓷超过吼正舒适吼，这袂互你掉顶。啊，你煮食料理的过程当中呢，当然吼方便，啊袂掉顶吼啊，佫好清洗啦吼。当然你要跟14寸的电风扇，咱台湾制作旅行的这也会用一，你要跟孟特娇热天的薄毯一领，这都会用一跟信山公司，另外有30粒装的保顺健惠安素喜6000金立明30粒，拢总会用一，咱一道跟一项为完结。啊，另外一处呢，个别信山公司产品5罐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一罐以外，咱同款有提供真济精品，要让朋友做挑选。买五罐的朋友呢，你也当个拣一支白体也袂新鲜，香顶的隔热丸，这支隔热丸真舒适哦吼，15公分宽，12.5公分深，真大支，真深，等于是一块碗公啦。啊，当然咱内面有加吼，咱外口有加一支这个瓶，这支瓶顺白体啊制作而成，真水。啊，互咱的旁舒适吼啊。啊，袂去烧着手，袂去烫着手。当然，阁有一块挂，一块挂吼，盖落到底吼，密封，即、這个密度真有吼，无盖无膨吼。啊，咱即个食物的保留，会当吼保留到吼真卫生，要冰啦，要创啥物真舒适。顺便你啊制作旅行的吼，啊，你要甲经膨温膨热半打，经无繁殖的洗头毛巾一罐，你要甲经啥物都保温杯一支，经白沙湾起过一条，经清净海环保洗衫巾一包，拢总会用着吼。咱一道经一项为完成吼，0800-0500-668吼，这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吼。来接落来，咱要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这首真好听的台语的歌曲《费玉清》。男性的苦恋。袂当作是美梦，为何过数年才会搁来望起你？今夜在房内，又是想着你形影。
男儿的苦恋。爱的目睭，予阮再想起永远不悔的恋梦。无聊的长年，忧愁一夜过一夜。也是为着你，快乐的彼时，过了今日剩悲哀。错乱的迷茫，来过我一生啊，可怜青春梦。来，感谢哈，咱哥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8-668，电话会在时啊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来，感谢啊，咱阁继续来甲进行节目看新闻。来，咱甲报一篇上新的新闻哈。日本搁再一次来请上咱台湾 A G 的疫苗啊，伫今仔日的下晡已经搁再哈。运送来到台湾，总共有500,000剂啦吼。咱来个看一篇安怎样啊报道。你讲目前这个世界吼，大家三生伫咧抢疫苗啦，啊，唔是讲有材料有钱，你就抢会到啦。日本搁在赠送咱台湾500,000的 A G， 伫今仔日下晡已经运送来到台湾。这是日本的第五道来提供台湾 A G 的疫苗。至今总共吼提供390,000过4,000剂啦。对着加总统府发言人张顺涵伊安尼讲呢，日本赠送的次数，包括数量，拢总是国际民主国家的上佳者。总统府搁再一次表达吼诚恳的感谢啊，感谢日本啊，这份坚定的伊啊友情情谊，台湾人深深感动。无法度人解放未记住。今年嘅6月24日，日本嘅第一道赠送咱台湾1,240,000剂 A G 疫苗。7月7日，第二道赠送1,130,000 A G 嘅疫苗。7月15日，佫再赠送970,000 A G 嘅疫苗。9月17日，第四道赠送64,000剂 A 疫苗 A G 嘅。今仔日第五道佫再赠送500,000剂 A G 嘅疫苗。目前赠送的数量来到390,400,000剂就对啦，是目前关注予咱台湾疫苗上佳济的国家。
对着这张顺涵，伊今仔日表示，日本政府已经赠送五批厝，总共390万过4000剂的疫苗。赠送的次数，包括数量，拢总是世界上民主国家上界济的一个国家。总统府搁再一次表达吼，辛苦吼，的这个感谢啦吼。啊，当然这份坚定的情谊啊，这个台湾人深深受的感动啦吼。中央啊，孙涵伊指出咧，讲日本政府对着台湾的援助，大幅来提升台湾整体吼啊，这个预防下的覆盖率。目前啊，国际的疫情也阁足严重，而且国际的这个乌风虾啊，供应了对啊啦吼，嘛是拢阁真快。日本政府第五道吼，来对台湾伸出吼救援的手，而且吼，日前台湾也宣布，政府甲民间着陆续续吼，完了捐赠124万片的嘴安，包括10000台的这个血氧仪，包括吼1800台的这个。啊，制氧机和日本，啊，这互动的合作吼，啊，手牵手来抗疫的行动，就是善良的循环呐。充分来展现啊，伫咧彰显着台湾日本之间吼真深的友谊。啊，张顺涵嘛强调总统府啦，我那个在一处辛苦感谢。过程当中，到三江吼，奔波走撞的各界的人士，包括外交团队的拍拼，台湾甲日本是共享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的国家。台湾会伫坚实的友谊的基础上，持续来深化甲日本伫各项的领域的合作吼，的伙伴关系，咱嘛相信就对啊啦。台湾透过吼手牵手合作，互相到三江。会当一定会当来克服吼啊！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的挑战。嗯嗯，这实在无话讲啊啦吼，这已经伤人遐济济啊吼，这真正共好好说道声啦。嗯，我嘛是一句话啦，钓鱼台全宣布人会好啊啦。上不了岛啊！嘿啊，伤遐尔济，这全世界所有民主国家、伙伴国家内底伤人上界济嘛吼啊，咱这个。只是口头上讲一个地方，就是讲啊钓鱼台事实，其实啦，咱讲真诶啦，就是日本诶，你口头上讲一个就好啊。人万个单面诶所在，含人咧讲钓鱼台是咱诶吼，钓鱼台若是咱诶，要掠一只鱼啊，啥呐再去甲日本讲。是。吼啊，钓鱼台若准是咱诶话，啥呐卡拢日本船伫遐咧巡逻啊。啊，所以这个事实诶代志，这都无啥物好唔好讲诶，你咧。这小龙门啊，中国嘛是安尼，啊，中国咧差，还是中国咧差啦，还卖管。是啦，我是讲咱的宪法啦。哦，啊，中国的事实都唔是咱台湾的，啊，咱嘛唔能真讲中国是咱。哈哈哈！宪法未改，我多。啊，日本的这个来当先的，佮他袂讲啦。日本对台湾实在是真好啦，吼，这真正感谢多谢了，对吧？吼，有有有。世界各国唔知有想咱台湾，咱呢只变态无，咱唔知啦。明明都唔是咱的啊，讲讲吼，宪法佫写个吼，唔知人见笑讲中国是咱的，啊，无就讲吼，钓鱼台是咱的，啊，正经啦，咱的话就对啦啦，你莫去讨。对啊，啊，佮毋捌看，要讨，啊，若小看吼，咱的人民百姓啊，对遐入面的时阵，人是安尼赶，安尼对用安尼就对啦。啊，实在讲就对啦，真做一个台湾人看吼，政府咧宣布这两件代志，啊，然后佮事实都毋是咱的，咱感觉讲是做见笑的，啊，实在无需要佮再吼自欺欺人，讲白话啊。对啦，我意思嘛是安尼咧讲啦，即个你安尼咧讲，无代表讲迄块就咱的啊，对唔对？啊，所以讲。爱保持一个这个啥伸张权的对啦吼，啊伸张权是要尊贵分的螺丝咧，这个物件咧，事实上都唔是咱的啊，咱都啊咱的渔民也无在钓，去到遐迄个啥较挖近的也无在钓啦，对不对？啊渔民会当伫钓鱼台附近掠鱼啊，迄时爱去跟日本谈判的呢，谈判了讲有一个渔权乎你，啊然后你谈到位会使掠，到位袂使掠呢。所以安尼硬要讲钓鱼台是咱的，这是真正是讲无啥会出嘴啦。哦，好啦吼，啊，所以这个好，等我以后做总统的时阵吼，我再来正式来甲宣布钓鱼台日本的啦吼。嗯，啊，安尼纯出可贵的友谊安尼就对啦吼。当然啦，人是安尼啦，面对现实有当时啊吼，感觉讲真残酷啦。嗯。但是有当时啊，做些代志，你无面对现实，就是真正袂当啦吼。来啊！正另外吼，要来甲咱报一篇这个报道，咱顶一两工程拢有来报着风台的消息吼。
啊，听讲这个什么，这个蒲公英吼，这个风台吼，嗯，即马有机会已经变成了吼强度的风台，还是安怎样啊？当然是对咱台湾无影响啦，所以咱无咧报啦。这条离咱足远的嘛，离咱足远的根本吼，就是无，即马已经吼成做中度的风台啊吼。嗯嗯。啊，但是吼，伊含咱无地带着啦吼，无地带着，但是会去出着风台，袂讲有影响着这个天气落雨，无咱是唔知啊。咁诶，这遮远，这差遐尔远，台湾离遐呢？系啊，哦，对唔对？是啊，这风台朝个两个两粒来烧烧冰做伙烧先，两粒烧冰做伙过来嘛，无嘛卡袂着。系啊系啊。哦，啊，所以这也免烦恼啦，所以咱就无报啦吼。对。啊，当然，搁再吼，经过差不多。十二分，特别开票啊！哦，国民党党主席吼，特别吼来吼正式出席啊！四点开票，对啦。四点开票，哦，好好好，四点开票。啊，这个开票了后，到底是上当选吼，真正无人知啊。嗯。这叫要搏，要搏到尾啊，唔知上输赢啦。但是以头前咱看到的吼，就是民调较好的，就是头前迄两个吼，感觉上有咧小病。哦，变来变去吼，民调都爱票投会出来，唔则叫做民调。伊嘛无算民调，应该是声量。但是听伊讲讲，因有哪有做家己本身干那三十几万的党员的民调。啊，迄边哪做啊？哦，党员吼。干那做因党员的民调啦吼。啊，听伊讲迄个姓张的迄个吼，听伊讲佫爬真悬，安尼就对啦。嗯。啊，不哩，我个人的感觉足简单啦。国民党啥物人做党主席？是早袂忙，晚袂晚袂忙安尼。早死晚死安尼。对啦，是差差伫遮尔啦，无啥物啦吼。啊，所以听伊讲讲，因迄个需要选举的人吼，就烦恼张亚中调。对啊。哦，国民党内底需要选举。朱立伦都讲过啊，讲林刚看板也调起来，讲若支持莫名堂的。就等于就是支持张亚中伊的话语啊，对不对？对对，啊，但是。基层的人无咧信遐啊，基层无咧选举的人，伊无咧是啊，到底有选举人较济，还是无选举人较济？但是我是感觉足奇怪，国民党老乌啊，遐的党员搁在外人啊吼，深人搁在外人啊派的位置啦，嘛挡袂过济济台湾国民党啊，足济台湾人嘛是家己国民党啊，我知啊，啊但是迄个票的邓叔即群老乌啊，我那想嘛想无啦，团结啦，等于讲即群人都袂愿出去等啊，对对对对，干嘛讲啊？即党人乱动、拗动哦，我支持要送，啥物人出来做，含无啥物关系啊？因像那黄浩兴东部，因拢会增加呢，你讲啥？黄浩兴东部是投票率上悬，对啊，啊就上焦的啊，上焦的，始终的投票部队啊，投票部队啊，啊咱。一般的人，你讲的讲到这台湾人去加入国民党的，什么种种，有当时啊，因对这个投票有无？无兴趣，较无兴趣嘛。啊，所以有当时啊，这个投票是哪一定拢会去争的，黄浩兴东部。啊，这嘛歹讲咧，这敢咪因为上顶一回韩国瑜无出来算无代志，韩国瑜一个出来算尔，大家有这个危机意识啊，感觉讲，哎，这个韩国瑜当选台湾总统，冇可能，冇可能，大家将台湾人安尼票吹出来，拢甲全部啊等我这个蔡英文，是，哎，到时会变无，咱嘛唔知呢。对啦，等开票了就知啊啦，哈，好来好，感谢啊，来，进广告，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来，感谢。咱雄狮大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吼，广告的时间当然要介绍咱的产品，咱的产品无咱雄狮大敢斗下手吼，大节目唔免做了着。所以无论咱的产品到底爱人介绍，咱听众朋友听会落去，对咱的产品来甲咱告别，等去食你的身体上的平安，可以顺遂，一个毛病该处理会好，安尼你也好，阿咱也好，安尼就对。啊，这产品若是甲咱买回去食无效就对啦吼，我讲事实就对啦吼，连伊都动起来，袂做啊焦死啊。所以咱信任公司产品，你做你放心个食。第一点，保证无杂质，内底物件都滴 OK。第二点，保证你的身体上就对啦吼，无副作用，安尼就对。食落，互你身体上会保持着伊个健康，甚至呢，咱过去的毛病伫身上伫遐处理袂完全的时阵呢。也帮忙你做身体上的去处理了掉，所以一段时间过，咱慢慢身体上感觉哎呦，就是轻松起来。你无形中你也感觉你未去想到，你听，你咧食中间就听，一段时间过了，你感觉哎呦，人咧讲我你最近面色较好啊，最近咧安怎啦，拢较顺遂哦，
啊，无听你咧，哎呀，无听你咧，啊，我出来运动啊，哦哟，对，哎，我食石头山，足侪拢安尼，咱足侪过去跟建设建成的人，乡亲大拢是讲，伊家己嘛袂记钱嘞，伊都安戆戆食，戆戆食就对啦。三顿安尼直直食，直直食，啊，食到有一天到的时阵来讲，出去我朋友讲，嘿，某咪人啊，你最近是安那？嘿，食到什么碗糕的物件，身体好个呢？伊家己嘛唔知啊。所以乡亲大石头山就是爱这个物件。哪有需要，伊就去拍电话过来。咱信任公司以石头山为主吼，咱当然有配合的物件吼。啊，像软骨素啦，吼，软骨素这骨头吼，啊，金立明的第二代，这就要过咱目睭。叶黄素都是一个加天了，无加天叶黄素啊，目睭直直退话去，尤其这手机啊，你看足严重的对。嘿，免阁讲，报纸报啊，胃病起来啦，吼。哎，啊，所以咱个去了做啥？喜乐通。喜乐通吼，这就是排便袂顺畅的，这大肠的保养了，吼，安尼对吼，包括五宝喜乐清。啊，这就是血液吼，啊，搞包括咱保顺健，男士朋友需要吃的物件，查甫人家己听我嘛咧哈，哪出问题你家己知影，就买去当去吃吼。血氧素保着咱这个病气不足的所在，就是血氧。所以这个血氧素吼，从许多间来讲，比如你那是有头晕目眩，有感觉讲心肝亏啦，这个所在心肝在窒，不一定是心脏病哦，不一定是心脏病，有可能欠血有那安尼哦。啊，脚尾拧起去，真正欠血症状就对啦。只要你有听到，食咱的血红素吼，有够好用。咱讲熟悉就对，有够好用就对吼。所以这个血红素，佮免乎你食济，早暗甚至下昼，佮食两粒，一日食有6粒，安就可以啊，对。免佮食个足济啦，啊免食迄食物啦，是食迄落讲甚物要补血啦，迄个废气啊。这上简单、上单纯了，对吼。血红素这边，和你做参考了，对吼。啊，咱现在古时老师要你出去拍电话过来，跟做详细询问哦。0800-0500-668，0800-0500-668。好嘞，感谢哈兰哥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回转线0800-0500-668，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AM的7点，啊，咱拢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咱拜到拜六下晡3点到5点，现场为咱做进行以外，啊，咱伫下在时啊8点到10点，闽南现场来为咱做播送进行哈。啊，节目同款，拢有着小弟阿星、小弟姚金、甲钟天君、钟大哥伫咱线上来甲咱做诚恳的服务介绍哈。下在时啊，连播国电台较侪吼，较侪景就对吼。啊，伫咱西半部差不多拢总听会到。啊，咱住伫倒位咧听，听倒一台较方便，咱拢会当电话甲敲来公司来做一个询问吼。公司会甲咱讲，可能住倒位吼，譬如讲咱若住彰化，咱就甲听关怀之声啦吼。啊，若住台中，咱有望春风电台吼。啊，即、這个就做种种拢会当敲来做询问、做调、做了解吼。啊，咱就会当甲转落。另外伫 FB 的这个台湾人俱乐部的粉丝页内底，我那同款，咱拢有东港的节目的录影档了，对，录影档吼，啊，咱会当底下听到咱家己口音的声音，真趣味啦，吼，啊，家己听看卖啊，吼，听看咱口音讲的内容有趣味啊无安尼。后来时间的关系，咱先到联播国电台来做工商插播，小等的工商服务了，下面再个倒转来，感谢。
着阮故乡，孤单来去流浪，不是阮爱去放荡，有话无对讲。自从我毕业后，找无头路，爸母呀，你老袂靠阮的前途，做着一个男人应该的。来打拼，手提着旧皮箱，随风来去漂流。阮厝外的市场，希望会成就。不管伊多一项，也是做工，为生活，不惊一切的苦叹，做着一个男人应该的。来打拼，看见着边头前。听众朋友，吹破、洗吹老花、气化不净、敏感酸痛，拢会当来个使用这条白砂丸气膏。真正有效，佮兼会当顾你个喙齿患。像我呢，十几当前牙周病严重，用到即马变健康个喙齿患，这毋是乌白讲个哦，确确实实哦。啊，咱若听众朋友有想要使用，叫下专线台南控六七九四五零七九，台南控六七九四五零七九，感谢。看见着。面头前已经来多次，他乡的风云事，因人心未醉，故乡的亲爱的。爸爸妈妈，好嘞，感谢哈兰哥回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电话会在时啊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拢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吼。送货服务、产品甲整产品，直接甲咱送到咱的手内，这拢无甲咱加收任何的费用。圣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听众朋友，啊，这电话钱拢由咱公司这边再来做负责，免客气，电话甲敲。
沟通，推荐介绍咱所有优良的产品，咱拢欢迎搭配做购买。啊，咱这个整产品的部分呢，公司甲咱准备真侪种吼，和咱来做询问、做挑选，咱选一项为原则，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节目有点小弟阿星，小弟邀人，在咱线上来甲咱做新困的服务介绍哈。好来，感谢那个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真正开始咧开票啊，就对啦哈。啊，因开因的，咱听咱的歌，好来，咱先来听歌。小等下后日为咱所主讲呢，这个无所不谈，就是翠鸟路的这个面门黑暗哈。小等下继续，要来甲咱做进行。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感谢。来邀请听众朋友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三点播》，姜太太来点播，姜天君演唱《心碎梦也醒》。好来，《心碎梦也醒》共同欣赏。风愈吹心愈悲，手叶飘飘的土气，野花蕊早就谢去，已经无香味。暗淡的四月暗暝，满面珠泪滴落袂离。可怜的纯情花季，谁人疼，谁人怜，谁人安慰？秋风甜，秋意，分手吧，到这切切的。这句话应当是由我来讲，真想不到竟然是你先开嘴逼我来离开，说什么咱的感情到这的位置，袂当，我跟他唔，我袂遐戆，我袂遐简单就放你煞了。看天气粒粒闪烁，月亮幽怨挂天边，深情是丢尽小气，乌梦才开始。是你的温馨主意，欺骗自己，违背情意，怨恨你心欲滴，情难尽，爱难寻，心难分离。风尘梦袂醒，过去的一切，莫阁提起来。我明白。我了解，分手是为了选择，对你来讲是有所利益。也我呢，这多年来我为你所付出的一切，难道换来就是分手两年的代价吗？将委屈伤了自己，心像插你一支箭，把袂离，痛到袂死，夜夜哭家己，散散去，并不愿意，回心转意，决心分离，惜别啊，断情结冰。情断梦
春美梦啊你将酒断了你好来，感谢哈！这一首好听的歌曲了，咱即马就继续要来甲进行着咱拜六时啊下晡时第二阶段，要恁来为咱所主讲呢啊，这个叫做无所不谈的单元哈。这个无所不谈的单元呢，咱啥物拢讲哈，这有当时啊讲艺人，有当时啊讲代志，有当时啊讲事件哈，种种啦哈。啊，即马呢，咱要讲的这是翠鸟路的这个叫做面门的黑暗哈，翠鸟路面门黑暗。即我那同款啊，甲顶边迄个桃园北头的面门黑暗同款，到尾来变成无头公案吼，啊，个人就开始认真写故事啊吼。好来，咱即马音乐哦起立一下，咱就开始来甲进行这翠鸟路面门黑暗的第三集啦吼。好来，感谢。哎，非常的感谢吼，啊，咱接续入去，要来甲朋友分享吼，就是翠鸟路吼，诶，面门黑暗。啊，这个翠鸟路诶，面门黑暗就对啊啦。当然，这又个吼，互人怀疑啊，就是这个国民党迄当时诶，这个职务吼，就是军统局吼啊，遮差不多类似吼，警统局啦、军统局遮诶人吼。出来抬的，但是这些人出来抬的就对了啦，敢有可能抓得到？无可能抓得到嘛。但是你讲抓袂到就对了啦，你总是吼，这个案情你嘛爱交代好清楚。来，咱开始来甲讲这段这个面门黑暗的故事。当然，这件故事发生伫1974年的4月27日的透早。1974年4月27日的透早吼，迄一天突然间吼，规个即个翠鸟路遐个地区，遐全部拢带国民大大会代表，突然间停电。但是突然间停电呢，有一间无停电，就是姓查，姓查吼，一只口罩无停电，但是迄天发生了五死的灭门黑案。其中吼啊，查明杰，包括吼啊，这个严新忠，包括一名女佣陈玉珍，包括吼王小芬啊，包括严小梅，这个尸体五名尸体全部拢被抬死。啊，这个案件拄打开始落去调查的时阵呐，原本是讲两个人落去抬的，两个人落去抬的，有拿两支刀，两支无同款的刀。啊，当然一个算讲较老练啊。简单讲，老练就是伊已经杀死足济刀人啊，杀死去的人有够济刀啊。算讲真老练，要安怎样啊，互人现死足简单。另外一名是青手，拄打咧学杀死人尔尔，拄打报道是安尼。当然，这个报报落到地了后的时阵，警察知影讲安尼报未收山钱，开始就去翻口经啊。七病八病，病到尾啊，大变哪呢？
变讲吼做贼，去到这个渣家因家就对啊啦。本来要共偷摕物件，啊，去用发现着，当啊一不作二不休就对啊，杀死五个人。这吼，安怎样我讲嘛讲袂过就对啊，贼也无遐尼戆啦，干来做贼就对啊啦，伊无咧戆啦，做贼含强盗无共，强盗较戆啊。强盗拢是已经被逼到走投无路，才去做强盗，因为强盗杀着最重嘛，做贼掠着就对啊，过最轻嘛，只要你手无举，凶器的话啦。当然做贼的人吼，你若去用发现着，就是绕跑嘛，就是会走走的去走嘛，走袂去就对啊，互掠着，还佫一切倒来衣裳，迄拢轻罪尔尔。但是如果你若做贼，你若去用掠着，也倒反抗，即个变强盗杀人罪啊，这无共。所以做贼无遐尼戆，讲去用发现着一口罩，安尼五个人杀死了了，讲袂过。七变八变，变到尾啊呢，变出讲死者吼，会做兵啊判，迄当时咧做兵的一名判，杀死的，这个叫做偏逼性就对啊啦，变成安尼，原因出伫对呾，原因出伫讲吼，这个渣民杰就对啊啦，含这个吼偏逼性。原本伫讲军中咧做兵，按两个人都拢兴趣味嘅，就是同性恋，两个人同夹组夹做伙。啊，这两个人夹组夹做伙呢，啊，当然啊，偏僻城迄一天阴暗呢，就是1974年嘅4月27日，你一天嘅阴暗其实是透早半暝啊，去因家，算讲两个人出来等于厝哦，伫房间内面咧谈代志。的过程当中，后手发生了口角，是安怎样？伊并无讲啊足清楚。董阿家吼，太好死，啊，太好死了后的时阵呢，然后就董阿落跑啊。啊，这件代志无人知影，但是后手就对啊啦。这个偏僻城阴谋啦，阴谋叫做林灵仪就对啊啦。伫偏僻城的这个藏书的拖啊内底，发现着一张相片，就是偏僻城以前的男的女朋友的相片。和林灵仪因某吼，诶人就对啊，真吃醋，真受气，真受气，就甲火啊，就甲吼逼问啊，逼讲啊，即问讲即上即上上上啊呐。当然啊，即、这个偏僻城承认呐，因某同我介绍转受气，俩讲同我将即个偏僻城伊犯安尼犯即个灭门黑案的即个案件啦，包括吼厝内面有赃物啊，啥物物件拢甲压出来，拢甲压出来，啊，然后和警察去甲你啊。大变咖呢，听众朋友，迄当时偏僻城有囡仔呢，有一个查囝呢，因某敢会为了这件代志，大将因翁这件天大地大的代志压出来吗？这嘛无人知影，有的人有可能感觉讲你犯错，就是爱去哦法律来制裁。当然，台死五个人绝对吼枪杀掉的啦，迄免讲啦，尤其佫较早，佫兼强盗杀人，绝对枪杀掉的啦。但是警方后手就硬拗安尼呢。啊，然后安尼，当然警察吼，伫这个七日八日的过程当中就对啊啦。除了吼，这个偏僻城以外，嘛因某嘛掠偏僻城因老爸嘛伊掠嘛伊吼，藏赃物啦，藏这个啥啊？这个加害人凶手啊的名，这个的罪名来甲掠起来。顶礼拜差不多就是公安的啦，公来告安的就对啊啦。当然，迄当时。啊！这个偏僻城甲这个啥，因的同性恋，而这个查兵结甲杀死了后就对啊啦，嘛将这个其他四个人作为杀死，这讲袂过，这嘛讲袂过啊！这个同性恋，伊的男朋友也好，女朋友也好，因两个人拢是查甫，上扮演查某的，无人讲，无讲啊，足清楚，无了解。但是你甲你的心爱杀死了后，你就紧逃跑就好啊！是安怎样啊？佮甲厝内面其他的五个人、四个人，全部拢杀死了了。这嘛拢无交代呢，杀死了后的时阵，偏僻城单吼，将内面的钱呐，共款了了，啊，开着这个啥，开着这个查兵杰的一台雪佛兰的轿车，倒离开现场。顶礼拜故事讲来到这，但是警察一开始唔是讲这个凶刀有两支吗？一支高的，一支薄的吗？啊，这个毒法，杀人的手法。一刀就乎你无性命诶，包括吼安尼一直抬几落刀，甲抬死诶，有两种诶抬法吗？啊，这个现场嘛有留下了这个血诶脚印吗？有青梅啊甲烫青脚诶两种诶血印吗？
另外查明嘅尸体嘅房间内面，嘅烟灰缸内面粉块啊，有四支粉头啊。啊，这四支粉头啊，安尼甲检验起来呢，有三种无同款吼，咧加嘅即个粉迹就对啊啦。可见当时至少吼有三个人伫房间内底。查明杰啊，即个查明杰就对啊啦吼，含边碧成两个人伫房间内面，伫咧开讲，伫咧聊天。第三个人又个虾米人？莫非查明杰胃口特别大，连要聊？要聊天，要开讲，嘛爱喝一个三 P， 较会过瘾嘛。更加重要的就是阎摩门，这个下底，诶，这个啥处女母啊，处啊，这个处女了，这个啊，处女膜有新裂痕的痕迹，并且有验出讲有恶性的精液啦，而且偏僻性，伊的血型是 A， 就算阎摩门伫外口有交男朋友。无害灯光的阴暗，也拄好伊自愿献身。但是查家的这个洗啊，这个洗衫的妇人人吼，姓老啦吼，啊，计号姓迄个角个吼，老毛吼，这个老角毛用啦吼。伊咧讲讲阎摩门啊，阎摩门被害的进程就对啊啦，是有先洗身躯才去困的哦。伊脱落来的这个内裤吼，嘛是伊洗的啊。但是伊当时内裤是真清气哦，啊无血迹，啊嘛无精液，拢总无。伊嘛将迄条内裤摕互检方来看呢。但是种种的即个证据显示，本案无可能一个人去做的。蒋介石的时代台湾的境界高层真济，本来就是当年的军统局，啊是中统局的高干，然后转即个境界。譬如说警政署的署长王卓君，他老爸就是王汝翘；譬如说歌星张立民，他老爸就是张振国、张振国；包括影星陶大辉的老爸啦，吼啊啊阿公吼啊，嘛是这个啊陶弟的这个阿公就对了啦，吼陶喆的阿公就对了吼，这个这个人就对了啦，吼陶大辉的老爸陶喆的这个阿公啦，吼就是陶一山顶。无着革命的同志来做出这款的案件，也就是只是会当甲当作唔知影，安尼大家急皮皮、急戆戆，安尼俩人无要安怎？不过即马既然已经吼调查出查明革冰箱时，伊有即个上好的同志偏僻性牵涉着即个案件，当然恨不得要紧要来甲结合。简单讲，遮写来到遮，就是咧甲恁讲偏僻。这个偏僻性伊衰啦，伊拄啊好含这个死者偏僻杰共体处共伫迄段期间伫军营，伫这个军中咧做兵，两个人又阁是真好，而这个兵啊伴，而且因两个人阁在拢兴迄味的，就是搞同志同性恋，所以伊有遮去互警察杀掉证据，拄啊吼针对伊来甲做调查啦。但是这个对头到尾，敢真正是偏僻性来做的吗？但是偏偏偏僻性，伊伫迄个啥，迄、那个啊，查明杰因一间厝五个人死去，迄一天的阴暗，伊有来到因家，有来到因家，到底是警察硬拗落，还是真正有来到因家呢？咱唔知啊，咱继续甲听落，你就知吼。这个五月十七日的透早，警方呢，将伫台大大病院两礼拜的这个凶嫌偏僻性，甲移送台北地检署，承办的检察官萧顺水下了命令，将这个人甲抓去关伫吼，无爱阁予伊留伫吼，这个台大病院啊，直接拢甲送台北看守所抓起来关，并且指示看守所的人员啊，包括医疗人员继续甲伊做治疗。为了要提供吼啊，为了要提防伊来啊来这个串口经，这个姓萧的检察官萧顺水呢，检察官除了禁止予伊接近通铺的以外，嘛无向着各方提讯，而且是拢家己行入去到看守所内面，加做询问问笔录，前前后后有问三道。虽然偏僻性，伊坚持称我讲伊一人犯案。
但是嘴讲过的过程当中，甲现场死去的状态就对啊啦。会当讲吼破绽百出啦，消顺水检察官同啊用着心情吼来判一件案件，来吼来起诉一件案件。无想到讲潘必臣被关了后进程被关，而且随时吼得起诉啊。伫要起诉的进程又阁发生了一件真奇怪的代志。警方同啊依着林玲仪，就是潘必臣因某的口述啦，来敲出着一支有血迹反应的军用的卡宾枪的刺刀，确认讲是潘必臣伫台中咧做兵的小弟潘必炎，伊对军中共偷拿出来。因为伊本身就是有军人的身份，警方同啊先用切刀啊偷摕军中的这个啊。这个军械的罪名，将伊移送台中的宪兵队来甲关起来，准备日后搁再借题来询问。无想到讲六月十三日的下晡啦，六月十三日的下晡，萧顺水检察官认为讲有共犯嫌疑的潘必炎，就是潘必成因小弟，忽然间煞断刀角刀亡啦，活角刀亡。市刑警大队专人的要紧兵对台中内。开始部署，开始抓人。逃亡三天了后的十六日，透早，潘必成因小弟潘必炎突然间由庄内到台北，吼，向着板桥的宪兵队来投案。十七日透早啦，萧顺水检察官侦查终结，将嫌疑，将这个凶嫌吼潘必成，依着抢劫杀人罪提起公诉。因某林英仪，包括因老爸潘婚姻呐，伊着消灭证据的共案来甲起诉，但是起诉书内面较打讲六大理由来证明有另外共犯，但是只是敢那写讲潘必成甲另外一名不详，就是无了解伊姓啥名啥物的人共同作案，拄啊敢那写安尼尔尔。较打将即个潘必炎，就是潘必成因小弟吼涉案的十二点相关的案卷啊，包括证据的资料，同我依请对即个军法机关去做办理。但是陆军总部，即个陆总部的军法处呢啊，秘密调查的结果呢，煞单吼大大爱甲即个萧顺水检察官扇一个嘴巴。首先呐、啊，即、這个检方依照潘必炎是军人。啊！补给证顶面所写的血型，讲是 O 型的，含这个验毛酶的下体验出来精液甲血拢相像款的。但是军方煞讲吼，迄、那个补给证内面写的血型是写唔对去，偏必然唔是 O 型的，是 A 型的。佮再来检方嘛认为讲吼，有目击者指证偏必型、偏必然啦。伫案发的进程一天，人伫台北。虽然伊伫即个案发的当天吼啊，即、這个部队早点名的时阵有够，会当作为不在场证据，但是即个检察官认为讲作案了后，搁再坐车拼登去台中参加早点名，符合的，偏偏军方认定讲未符。搁再来，就是潘必炎呢，偷住吼军中的卡宾枪的刺刀，检察官检验出来讲有血迹。但是军中检验出来讲无血迹，到尾啊呢，军法处发达依照吼军刑法啊，切刀财物罪来判潘必成有期徒刑七年。若是讲翠岭路的灭门血案呢，就无下文啦。拖到八月二十二日，才甲伊起诉处分，并且将侦办的结果啊，连同处分书第二十六日送来到台北地方法院的地检署。来做处理就对了，听众朋友，这个案件对头到尾看起来就是硬拗落，但是拗落是安怎样拗落呢？真若无做内行，你原来看无。尤其这个潘必成伫案发迄一天就对了，到底是毋是有甲查明杰两个人转去翠岭路因住的所在，两个人伫遐咧好好无？毋是迄个啥？冤家了后咧和好，种个和好，都两个人伫遐咧相好无有无？因为因两个拢是同性恋。啊，如果若是讲迄一天有去个阴暗，是安怎样？我即个潘必成无代无志，含伊早前个即个男朋友啊、女朋友即个查明杰，搁再吼
啊，伤风搁在吼，安尼伤好诶过程当中，无代无是你甲台死免啦，即拢无交代。啊嘛无交代讲台死即个查民间了，就算啦，就煞就紧闹跑啊，是安怎样啊？连同厝内面四名诶，即个啥诶人，大家拢全部台死，嘛拢无交代。听众朋友，头前有讲啊，讲警察局内底就对啦，以前啊毋是即嘛。这个刑警大队、警察这地就对了，足侪古早就是国民党的这个中军啊、中情局啦，什么外国通情局有诶无？这五四三个听拢无，内底人员转单位来到迄个刑警大队，来到警察局做警察咧。看到这种杀人的手法，因虽看到虽知啊，靠妖啊，家己人杀的啦，家己人杀的，就是讲军统局啦，什么军情局有诶无，遮诶人出来杀。啊，若遮诶人出来杀，顶面就是顶面的人指示的。顶面啥物人，就是蒋介石啊，无就蒋经国。所以因看到了后阵，就甲当作讲啊，算啦，即着打迷糊仗啊啦吼，毋免搁再继续查了，就凊彩好好的啦。啥物人呐，洗去掠啊，去掠到一只替死鬼吼，来替做替死鬼，安尼吼按办办结结了就算啦啦。因无在意啥物人被玩弄死的，因为因迄当时伫即个中国拍输走赢来到台湾这段期间了，对啊，伫因的手内面捡因杀死的太侪人啦。因感觉杀死人只不过是咧毒死一只鸡啊尔，因只不过杀死人只不过咧杀死一只猪安尼尔尔，因根本无将杀死人甲当作讲是一种天大地大足严重的代志，因袂去感觉，所以因讲算啦。反正未来临江的办案的过程当中，啥物人若较有符合这个啥替死鬼的条件，就家己爱做替死鬼。啊，然后办办的，啊，然后甲判死刑，啊，然后甲弹掉，啊，然后报纸刊刊登报了后，甲社会大众交代一下，讲这个案件已经办完煞，凶手抓到啊，都差不多安尼。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先进一段广告，咱等下阁等下节目现场，感谢您。非常感谢咱敬爱乡亲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吼，即嘛是广告时间呐。当然，广告在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山这产品就对了吼，啊，咱乡亲大吼，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山就对。因为咱咧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乡亲时代吼，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对。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大一直咧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伫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医生的药啊，伫咧食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袂爽快也咧袂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咧广告许多山了，来甲咱挂断伊了。有艰辛伫咧甲食过程中间，伫咧几个月后，伊会明显感觉讲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影情形之下，怎安拢好？许多山不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了，着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举独秀了，对。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哦，对。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食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食咱许多餐，伊重新会后悔倒转来了，对。互你的身体变成。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山这边产品，所以用起的话，更加太聪明，不简单吼。只要你敢吃，
甲食看卖咧。尤其是这个时阵就对，这个病毒是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吼、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讲，吼、哦，这特别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好，石头山只要看长，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石头山吼、哦，有啲乜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当然，咱有软骨素，这骨头金立明的第二代，当然啦、啊，叶黄素，大家话要食迄、那个、迄、那個、迄、那、迄、個、迄、那个爬索较悬呢。咱第二代就是爬索悬。爬索关啊，所以说呢，要经过两关的这个制作过程中间就对，靠我多人制作这个相关的爬索，保护目睭。这个金立明的第二代吼，保护目睭一定爱吃的物件吼。所以，咱信诚公司吼，啊，佮有咱的这个喜乐通就对吼。咱这个喜乐通吼，这是咧过冬啊，冬啊边吼，到底爱清气上哦，冬啊边那是较放咧吼，啊，唔知影中间就是会变成虚弱啊，即大家拢会惊吼，所以特别互咱注意了对吼。即、這个喜乐通就是咧食即个过节冬啊边，冬啊边拉三十只，因为这是全部拢活菌，唔酸菌，好会见到迄个拉三十只了，伊硬推啊，硬食，食食咧中间就对啦，咱大便就放放我处理了对。所以说呢，即无安尼甲处理了对吼，迄冬啊边遐拉三十只了对，你无当处理。所以你把这全都研究一波啦，安尼就对啦吼。啊，所以这是咱保护咱这肠仔清气，较袂生一寡这肠仔毛病了对吼。这是喜乐通吼，我报喜乐清，血液哦，从许多囝在装病，这个血液哦按脉搏，在咱这个血管内底在流通的中间，你果然全身骨啊，每一条血管就对啦，拢爱消炎，还是顺啊，全部拢爱通，无通就出毛病啊。无通，都代志就大条了对。所以咱的五宝喜乐清是互你食，伫咧慢慢伫咧未通的中间就对，互你感觉讲，哎呦，即个无啥物毛病，人三星的中间就对，你就直直去就对。啊，人的身体上，人的种种的血液内通就对了，你的训练啊，都用一半滴对吼，这是咱五宝。喜乐清了，对，食火一个，互你通的物件吼，啊，袂去落课，袂有胆固醇、血油安尼了，对吼。保存健，咱雄起大件才种，比如年份来较有诶，雄起是大吼。那即个放尿咧出问题吼，安尼你着甲看，拍电话来，甲咱公司叫，啊买转去，啊甲食看卖咧，互你放尿会较顺畅袂。这那无顺的思考，爱处理哦，就真费气，就做尿破线了，对吼。这特别介绍咱保顺健护理吼，血红素、贫血、雄激素，今日才种，比如贫血的人真侪啦，但是真侪拢找唔到医生啦，唔是讲找唔到医生啦，找唔到、吃唔到药啊，对啦，当作感冒啊，就等于找唔到医生啊。贫血的人哦，伊头壳个戆，头壳个晕啊，种种个心肝哦，哎，有阵时啊，窒窒，啊，唔是啊，歹困，安尼就对，啊，唔是啊，歹困啊，脚会麻，脚袂灵机机就对。尤其寒人哦，另外惊人，所以风湿寒天，你若当作是感冒咧，伊个中间就对，迄就等于降唔着药啊。你都无感冒哩，因为迄是贫血所产生的，血不足产生的就对。所以食咱的血红素，日本、韩国一年销售5000万只，台湾的贫血的人哦，太多假啦，女性朋友介济啦。啊，因为较有诶风湿大，介济啦，拢贫血就对啦。哦，所以贫血产生的竞争。你若食西药，叫医生讲看无效，你该当个食咱圣山公司软骨素，安尼就对啊，唔是软骨素啦，或者血红素就对啦吼，安尼就对啊吼。所以咱血红素专门咧食贫血一百一种，一定甲你讲是安尼吼。0800-0500-668，0800-0500-668。
站，去路袂当照希望，阮犹原为你伫前行。是缘分，互相人看相随，是命运，伊将咱来放离。风吹一山过一山，找无心爱的影影，找袂透我心内孤单。人若是听到一个无心的人，情人人人你半生通也毋通，像当流水绵绵相思，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是咱中国边库会的缴费专线电话。听众朋友，咱拄只咧讲这个偏僻盐偏僻型啊，
啊，这个因小弟嘛足歹运呢，硬要甲拗入来关啊。结果正好加在迄当时的偏鼻炎，也搁伫军中咧做兵，所以军方这边正停伊。同啊吼，收押伫这个军法处这个所在，无收押伫所有的一般的司法机构。伊同啊安尼吼，躲过一劫，算正好运。啊，因为这个偏鼻炎是叫军方甲扣押掉的，但是军方坚持伊要涉案。当然，军方坚持伊要涉案吼，理由足济啦，咱卖过去探讨啊吼，无意思。啊，这个检方都无甲起诉呢。法院嘛无法度人甲判决，六月二九日的台北地方法院推书，这个当明配审查的结果宣判偏必胜，被依吼陆海空吼啊军刑法判处两个死刑。啊，这个偏婚姻呢啊，被这个啥，迄当时是安怎样啊？依这个陆海空。啊！这个军刑判处两个死刑，唔知影，伊都已经早了退伍啊咧。啊，是迄当时，也搁咧做兵的时阵犯的案件，咱唔知影。啊，是戒严的时阵，就是爱用安尼判，无了解。啊，因老爸呢，偏婚姻呢，因为吼消灭证据，被判有期徒刑三个月，包括吼，搁再吼，藏这个赃物，被判有期徒刑十个月，应该执行有期徒刑一冬。啊，那偏必胜因某呢？林英仪因为吼消灭证据被判三个月，一颗罚金九银元吼啊，节省一天吼，迄当时一银元应该是以300块来做节省。这个姓邓的推书，古早的法官叫做推书啦吼，姓邓的这名推书，一个做一个当庭啊，当庭就是吼，伫这个法院来批准的林英仪伊的10万块的户口。10万块的这个户口吼，户口簿来吼交报协团。啊，潘必胜啊，包括潘文燕两个人犯案7月15日吼，高院两审呢，又得审判长吼郭宏基受命的推书何炳仁白色的推书蔡金河总共共同合议林依玲。啊，包括潘文燕被控消灭证据的部分无起诉，二审吼无合并审理，潘必胜则维持两下死刑的判决。8月20日，最高法院三审定案，维持两下死刑的判决。8月27日，拖出去断掉。这个翠岭路的灭门血案呢，对案发一直到我枪决，拄好4个月。5条命案的刑事大案件，竟然用4个月来做调查，就甲结案，就甲断掉啊！这若无贵，我只处，我甲只处固在大家。一般类似这款的大案件，你清清采采审判的过程当中就对啊，你若要拖几档啊，根本就无可能的代志。这爱证据找甲足足足，爱找甲人人人，才有法度人甲人断掉。结果真正后无4个月就断掉，会当讲司法历史上缩心缩决的奇迹啊！但是本案对起诉书的一审、二审到三审的判决书拢写明，至少还有另外一名凶手，而且就是强奸严某梅啊，这个恶行的一名查甫人。这个案件离奇的，就是伫这个司法史上判遐尼久。诶，杭州南路诶，即个火窟相尸案，甲十指吴明汉即个啊夫妻诶命案，头前拍官司是因为吼共犯判遐尼久诶官司，是因为共犯对头找无着，后壁即个官司会颠倒遐尼久，是因为吼共犯有军人诶身份，而且吼心比枪杀。翠岭路灭门迄案当时有两项，即个拖刷着官司诶要件。就是因为吼，本案实在太敏感的，鉴警嘛无法度人对抗这个背后的特务机关，伊地书找无到这个共犯，军方又搁唔肯交人的状况之下，缩心缩决的了结的案件。这个案件事实的经过结果是安怎样啊？如今也无法度人查明啊。但是潘必胜伫这个法庭当中，伊讲出来的话啦，真唬人吼。足想要去甲了解伊到底是咧讲啥？伊讲当天
阴暗一点，就是半暝啊，就是凌晨一点的时阵，伊甲吼伊以前的兵啊伴，即、這个查明杰伫主人房的眠床顶底下咧开讲结束，突然间有一名即个服兵人，突然冲伫房间入来，拿着一支尺外长的尖刀，往着即个平民啊查明杰就甲剁落啊，而且吼、哦。啊！指向查明杰还袂倒落啊！命令两个人不准出声，然后叫查明杰吼徛伫眠床边。查明杰拄打徛好尔，服兵人就往伊个胸坎甲堵一刀。查明杰迄当时要紧用刀手挡了一个，随时血安尼细细流。但是即个服兵人就对啊啦，第二刀搁再堵过来，查明杰已经挡袂掉啊，无力通抵抗，无力啦。胸前着刀了后。倒来倒伫涂骹，伊讲伊当时看一个火气，随时拄啊跪落饶舌求饶舌，并且提出着吼，伊阴暗个咧读册的学生证明，来证明伊毋是诈假的人。啊，这个服兵人拄啊抄下了伊的姓名甲地址，恐吓伊不记，不准报案，若无要杀害因全家啦。这个时阵的房间内面又搁出现了另外一名服兵人。两个人互相吼比了一个手势，比了一个手势了后，这个台西查明杰的服兵人就甲讲，讲查明杰皮包啊内底有十几万，也阁有未少的外国钱，叫伊要紧提走提完。紧落跑，讲完了后，两个人就随时离开去啊。偏必成伊家己讲吼，伊伫即个服兵人走了后吼，出来看，了后看到另外三间房间已经死死的人啊，伊惊一个，要紧背包啊，摕着落跑啊。可是，伊当时是坐查明杰的车来到北投的，即马三更暝半要转厝，也无车啦，正好加载。伊还佫会记即当时查明杰带伊入去因家的时阵吼。就青青光光，又一上楼顶要聊天呢。锁匙还佫拼伫楼卡的客厅的桌仔顶，伊同我将查明杰的啊，即、這个盘链啦、新台票啦、港票啦、美金啦、支票簿啊等等、日票啦、吼、印鉴啦，包括吼保照啊、即、這个盘链啦、耳钩啦，啊，佮有即个人参啦、吼啊，包括收音机啦，包括十六米的即个放映机，包括春光影片等，分做四袋夹包包的。开着查明杰拿些个轿车离开了查家，一直到个延平南路吼，雇主的厝，就是因头家的厝，单将现金、人心等吼一袋财物，放伫这个雇主的这个汽车的后边的行李箱啊内底，再个将这台轿车开来到万东戏院的对面的路甲平条，另外就坐着客运车将其他三袋财物炸登去厝。因为三大袋的物件拢伫后边坐，伊为着搬运方便，所以。后车厢的两扇门拢拍开，无法度人关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咱先进一段广告。好，来，感谢。为节目吼，广告时间呐，广告咱的产品石头山、花叶芋头、小桃山顶的山，同款台湾全国，干那咱信山公司唯一。有石头山而已，所以听这种朋友，你千万你要认命哦，就要向公司这边，信山公司台湾俱乐部这边这来买，靠我都买到咱真真正正的石头山，叫做花叶芋头小桃山顶的山吼。咱除了石头山以外，咱还有两骨锁，吼，还有金立明的第二代，包括咱的喜乐通，这排便袂顺畅哦，即马这个时代病吼，足侪人拢排便排排。甚至呢，迄个肠啊，拢出问题。石头山要互恁食着食即个，石头通要互恁食着食即个叫啥？排便好顺畅。啊，伫个肠啊内底，遐肠啊白啊拉三十只，有乳酸菌即个活菌甲吸收，放放我出去。你有一定的保护，对肠啊有一定的保护，这一定爱食。保养的物件一定爱食了，对吼。除了这产品以外，佮保顺健，咱男士朋友啊，放尿出问题，迄拢了无啥问题。吃保顺健吼，血红素吼，啊，吃咱血红素对这心理上这个病态的对了，有足大足大的这个帮忙。尤其这个血红素吼，啊，特别要介绍咱公司大家吼，真侪人病态哦，伊家己唔知有病态呢。你除了去医生遐抽血做检验了对，
查甫十三，查某十二，那加伊十三、十二的人，加伊人，你想十八九吼，我迄就变的啦，安尼听无？所以查甫一定要到十三，查某到十二就对，加伊这拢总变下一群就对。啊，所以变下你若要去抽，像我一世人也喊你去抽啦，吼安尼。啊，伊孙娘，头壳咧晕，头壳咧晕，头壳咧疼，啊，当作是感冒啊。哎，孙女，这心脏啊，一扎扎扎扎扎扎，啊，呛呛呛呛呛呛，实际上心脏无问题啊。结果查无原因啊，是安尼讲呢？病迄都会安尼呢？所以这病迄有够侪症状个，对。伫迄个咱个人人体上拢会产生呢。啊，拢当作是别种病个医啦。上重要是感冒啦，感冒歹困啊，啊，暗时啊，暗时啊，困啊，目睭安尼安尼擦啦擦啦，啊，点点擦擦擦擦。哎，雄狮大惊，就论这足球拢是属于是病下的一群了，对。啊，当然唔知啊，啊唔知就开始去找医生管啊。啊，医生也无甲你检验这个血到底有够无够啊。啊，嘛是安艰苦，继续咧艰苦，继续咧艰苦，药咧吃嘛是无法度医了，对。啊嘞，这个是病下，你血补够都未啊，就论你一家己都消失掉了，对。啊，你若无抗固了，你到底就对啦，你会变成安那，变成真正白听咧。这机能也开始就是一个歹，歹了了对啦，就化嘛，就害啊。所以详细的话，咱听众朋友，血红素没有人吃，最大意义就是这个所在了对吼。这是贫血需要吃的物件了对吼。所以这些产品啊，由许多商家产品到血红素这产品了对，是咱信诚公司眼前听众朋友会当选择的一个正好的一产品了对吼。以许多商家产品为主，名也能力。抵抗力量非常重要，心灵代谢非常重要哦。克西多山等这些产品会当好啊，来顾及身体，和身体会当健康，这是真需要的物件了。对，你若唔知啊，拍电话过来，跟这详细询问，甲你解说个非常详细了。对，看来购买哦，等于服用啊，真感谢哦。咱这个全国服务机会免费的专线电话，你甲拍好通，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么到这又该暂告一段了。咱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的电话呢 ，AM 七点以前啊，咱拢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哈。那只要偏僻性，伊所讲的这个话是真的，话就对啊，就算伊衰，但是无代无志。经地去讲就对啊啦，伊总对伊遐去，啊，然后无着两个后边的人，安尼甲迄堆人抬死，啊，然后将罪吼单退互伊担，但是武到尾啊，这两个后边的人就对啊，单无去，单变成这的人是偏必成态。哎，唔过这个偏必成，伊后壁讲的遐话倒袂起来啊，倒袂起来。这个人一般人呐，看着讲哦，另外房间内底阁死啊济人。够有时间啊！他妈宽心带票、港票，对，个他妈个莫花钱包物件，这要走，这讲乜卡袂贵啦哈！好来，咱个继续啦哈！这咱这给他已经完结篇啊！啊，给他完结篇啊！啊，安尼就算做结案啦，对啦，对啦，人都已经半死用断掉了。哦，好啦，好，安尼好，安尼这个就做后礼拜，咱个看个什么新的，这个就无所不谈哈！来，时间的关系，后礼拜空中再会，再会。